菩萨，大家好！现在咱们演讲观世音菩萨普门品。那么为安怎，我要演讲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呢？伊这因缘有五种特殊的动机啊。五种的因缘构成我呢，要来演讲这部观世音菩萨的普门品。那么头一款的因缘来讲这因缘吼，因为一件代志一促成。哦，拢总是为因缘滴啦。为安那如本那师为因讲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呢？当然为因缘啦。这情形就是我想起了呢。过去啊，我伫这个民国66年10月左右啊，迄时阵我呢伫军中去做兵，我是做空军的啦。那么去做兵的时，伫这外岛。这东印的所在呢？一处产生了真不可思议感应的现象呢。当然，这个现象跟这个观世音菩萨有密切的关系啊。拄呢，去中岛的时阵呢，拄目睭开了，拄开始要困咯。在阿未困的当中呢，有听起了梵音、海调音，有真多真多人去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以圣号，非常非常庄严。到底这声音从哪里来呢？那真是足远，那真足近，总是伫我耳仔边呢，听啊清清楚楚个。我会记这个调啊，是非常的庄严。那么我呢完全唔捌听过调啊，一直到我出地了后，才我听到这调。所以呢，一直甲我出家了，听这调在讲，这敢是呢？数年前我做兵的时候，伫外岛呢，有听过这调啊。我这调呢，有真济男众、女众呢，合音在唱的，听得非常的清凉，非常的动听，非常的美妙。而这调我有印象，来，我就大家听一遍哈。我困中困的时候。未睏去，听起调，伊调是呢？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就是这条，我出家了后，再向阳的佛寺听了啦。提早呢，四五年就我听了啦。过去拢唔捌听过，那么伫外岛，迄所在也无佛寺，迄所在也无看过出家人。那么伫遥远偏僻的外岛，当一年伫听这条歌，迄时阵，拄目睭开开，
要睏呢就听着啊。静啊，偌久？有五分钟的时间，听甲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，也未模糊呢。哦，想要探讲来听者呢，我动一念头就消失去啊。我印象中，迄声音是非常遥远、真远啊。注意听呢，啊，哪亲像咧近近咱十公尺以内尔呢哩？就遮尔微妙，我听到这里观世音菩萨的圣号梵音海调音。哦，未曾搞的代志，事先在我三四年前听到啊啦。哦，所以呢，我感染着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示现这个梵音，我听到，所以欢喜心呢，引出演讲这部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一款的动机，第一款的因缘。啊，个第二款的因缘，构成我们演讲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呢，原来就是呢。在民国七十四年，我伫山顶呢，看这经典的时阵啦。那么迄时阵都拄着呢，有一处大寒流。这寒流一来呀、啊，寒甲咱规身躯就皮皮抓，寒甲呢含树尾呢，这树叶都叫咩呢？哦，结冻去啊！啊，山顶迄精神，迄主持呢，都饲一只狗啦。那么注意听好哦。咱人就是面少皮，加面少皮就会冷咯。那么难道只畜生搞伫外面树顶，当然嘛是寒心艰苦啊。所以第二天的时阵呐、啊，哎，摕一挂金蕉要饲狗呢。咦，这只狗已经倒伫涂骹，完全袂震动啊。本来透早看到我呢是真欢喜，直直叫呢，要讨食啊。一汹涌呢，这狗真吹毛，我来拍伊涂骹，然后安尼叫到叫未醒，规身躯电酷酷啊！但是迄时阵的心脏搁只哪一个，哪一个，哪一个呢？可见呢，还未全部死亡呢。然后几个法师准把这狗呢，把这些厨房呢，下烧水，下烧水，唔是太高啊，要进步呢，是要干呢？烧烧了后，透温温哦，搞落雷呢，何以身躯呢？在僵硬的当中变得柔软啊！看是不是拢救会画面呢？抱一丝丝的希望，我嘛是努力的。然后我跟一个应慧法师呢，在房间，吼、哦，在清念大悲咒，清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。哦，就开始念啊！啊，厨房灶卡呢，这人继续喝烧水。哦，透温温啊呢，来把这只狗给暖和啦。哦，身躯好体面呢。我就求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呢，大喜大舍，来普度这畜生者呢。我就开始念啊。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。南无大慈大悲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。南无观世音菩萨。所以去念大悲咒，南无汉那坦那多那耶，南无阿利耶，波罗揭谛列波那耶，菩提萨埵婆耶，摩诃萨埵婆耶，摩诃伽罗尼迦耶，唵萨婆那瓦耶，娑他那坦舍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阿利耶，波罗揭谛释佛，念念念念念念，念到念到第二遍的时阵啊，这水上。哦，奇迹产生啊！伫厨房传出呢，一声真大声呢，叽一声呢。啊，恁老有法师讲话啊，讲如本法师啊，狗挖起来啊，一跳啊。迄时阵啊，欢喜啊，怀疑，欢喜就讲，敢门啊，真正挖起来啊。那挖起来呢，救只众生呢，当然这是真好代志啊。啊，怀疑讲，敢无可能？规身躯呢已经反定啊！哦，我较夹起来，只能夹铁腿安尼。哦，哎，敢唔可能有哇？再有怀疑心。然后啊，继续个念大悲咒进入第四遍的时阵呢，迄只狗呢，有一个法师牵来给我看呢，噗噗跳，噗噗跳，跳起我身躯啊！证明这狗确实咱念大悲咒，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呢，救活了这只畜生啊！哦，所以那虔诚，哦认真呢，唔像试探的，唔是怀疑心的，
我相信呢，你也虔诚的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圣号。我相信观世音菩萨发心大事呢，伊是慈悲的，决定降下灵感呢，来救度咱，帮忙咱呐。你啊，念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呢，哎，数百声呢，佮念大悲咒呢，竟然这只狗呢，由死来魂去当中，根本呢都无得救啊呢，因此就活起来。哦，在这经营之下，我信仰观世音菩萨的心呢非常坚定，愿力始终不动不摇啊。这也就是有人在我讲这部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原因之一。过来，在这个民国八十年，这个九月十四啊，有一次呢，咱的讲堂内底书呢，啊，招招大家呢，要去调这中国大陆这四大名山呐、啊，也就是呢，浙江普陀山呐、啊，观世音菩萨伊示现的道场啦。那么要去到这个岛的所在呢，一定要经过坐船哦。哦，啊，坐船当中一个半钟头时呢，都汹涌呢。哦，这海涌非常的大啦。佮当时佮着沙河门啊，愈落愈大，风佮愈大。大家紧张哩较济呢，我叫大家镇静，爱镇静，爱镇静。那么，那如果呢，心慌啊，心来乱去呢，哦，加添大家紧张哦，就那摇哩较济都铁砂病啊。所以迄时阵啊，我叫大家冷静，手合掌呢，开始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。那就在念差不多大概无五分钟呢，奇怪的代志就发生啊。什么奇怪代志呢？不是冰船呢，他冰船现在日本那是就无法度攻击啊呢，就是呢，突然间成汹涌呢，河船停起来，风船停起来，咦，风平浪静，平安渡过这个大海就对了。哦，大家这浙江省这普陀山这岛屿所在，那展开了参访呢，观世音菩萨寺的道场啊，所以看，迄时阵大家合掌哦。集中火力，集中精神呢，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啊！就在众人恭敬虔诚的当中呢，引出降下这个不可思议感应。迄时阵啊，如果大家心慌呢，哦，马乱的时阵，你唔在边做口呢，咱汹涌哦，赶紧念观世音菩萨。河船停起来，风船停起来，船应船消失去。你想看卖啊？哦，所以咱是虔诚为者，哦，认真为者。我相信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伊袂放点点啊啦，会如咱所愿呢。只有这遮大感应呢，所以伊是耿耿于怀呢。以后若因缘拄着，要来讲这部观世音菩萨普门品，这是我的动机第三啦。过来，听我，为安怎要演讲这部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呢？当然有伊动机啊，哦，有伊立场啊。哎，我立场安怎呢？来看好。现者观世音菩萨，大慈大悲，大义在下，顺心救苦之悲愿，以及度众生，圆通无碍境界。此菩萨乃是高应神，多加诸旁之发心大事啊。哎，就有关的吼，观世音菩萨毕竟啊，悲心透骨啊，透骨啊，伊悲愿无量啊，度众生的心呢，拢始终突破这时空观念，无尽伫这娑婆世界度众生啊。哦，所以伊唔是一般泛泛之辈菩萨哦，大概蛮误会，伊是呢已经成佛。因此，多加诸旁来这世间示现菩萨的身份来度众生的哦。你唔好把伊当作一般的发心大事尔呢，伊是高佛应是哦。所以我要来讲这部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第四理由啊。那么，伫这千手千眼哦，大悲心多罗尼经呢？伊是讲哦，来看哦。千手千眼，
大悲心陀罗尼经云：观世音菩萨具有不可思议威德之力，以过去无量劫世界已经成佛，何正法明如来怀其大悲愿力，为令众生得安乐故，现菩萨行。诸位能够清楚啊？这无介困难。总共一句，有一部经典，这个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罗尼经呢，这部经典有记载啊。讲观世菩萨呢，伊具足不可思议的大智慧，不可思议的大愿力，不可思议的大慈悲心，不可思议大喜大舍的精神。哦，人早呢在无量世无量劫以前，伊就已经成佛啦。伊佛的名叫做正法明如来，你知影吼？如来就是佛嘛。所以正法明如来，咪当称呼叫做正法明佛呢，已经是高佛过来世间呢，伊是应了菩萨的形象呢，是世间度众生，真正无简单呐、啊。所以佛陀真赞叹呢，哦，佛陀的殊胜，菩萨的殊胜。那么阿鸾伊也正行各位了，一般伊就袂多加诸旁的世间大众生个啦。那进入这偏执的涅槃当中，伊悲愿不足啊，入入这声闻性啊。所以呢，唯有菩萨的大慈悲心呢，伊出世了后，伊会去做入世的工课。即款若无相当的具足有大悲的愿力呢，一般正行各位了。出离三界了，叫伊出来度众生呢，难呐、啊。所以呢，观世菩萨早就成佛啦，佛的名叫做正法明如来。那么既然已经成佛了，伊怜悯众生，看众生伫三宝世间作业、沉沦六道呢，无忍心呢，在多加诸旁，佮现出菩萨的形象呢，来度众生呢。哎、欸，你做清楚吼、哦，好，那清楚咱们讲咯。为安怎如本法师要来演讲这部《观世菩萨普门品》呢？哎，我因缘就是安怎呢？观世菩萨伊神通广大，智慧无量啊！哦，当时无孔不入，能遍布十方世界呢，普度众生而无所障碍。所以呢，我才会演讲这部《观世菩萨普门品》呢。咱是不是有听到咱古来大德有讲两句话啊？伊讲：“家家弥陀啊，户户观音啊。”有无？有，你我大家拢捌听过啊。讲家家弥陀，户户观音。你看看呢，观世菩萨阿弥陀神通广大啊，走到咱兜去啊。一般咧安排有这个佛祖刹那呢，拢有观世菩萨的形象，这无孔不入啊，遍布十方世界无所障碍啊。这是观世菩萨呢神通哦，广大啊，圆通无碍啊。所以注意去听好，去听好。观世菩萨的圣号在中国、日本、韩国。美国、全世界各国啊，无人无了解。那么信仰观世菩萨，也无限于寺院，无限于归三宝的佛教徒。无论是都市、乡村、深山、海边，凡是有人住的所在呢，那么因兜差不多拢供养一尊呢观世菩萨的圣像啊，是毋是啊？无唔对，所以讲称号叫无孔不入啊。所以唔受教导，你嘛知讲一尊观世菩萨，佛教导更加免讲。观世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，伊出发点就是悲心第一的。吼、大慈悲心的愿力，哦，无尽观看众生沉沦生死呢，点出了广大神通呢，伫咧三宝世间。无尽度众生呢？哦，无简单呢。
不但有教导，佛寺内底有观音菩萨的圣像，乃至一般的信仰，道教庙内底呢，嘛佛在观音菩萨啊，这无孔不入。只要有寺、有宫、有殿，哦，一所在观音菩萨拢能入去啊，真正有够厉害。你观音菩萨是偌有人缘啊，观音菩萨神通广大啊，哦，观音菩萨敢来缘遐尔深啊？所以唔念观音菩萨，不念什么人呢？这难怪于古来大德会咧讲啊，家家弥陀啊，何何观音啊，道理在这所在，太普遍啊，哦，人人拢认识的大师啊。好，以上咱就讲我为安怎要演讲这部观音菩萨普文品，以五种因缘，已经甲注意简单来介绍个遮咯。啊，别个听好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观世菩萨会受这人之广大人群来接受、来所尊敬、来所信仰呢？我相信有伊前因后果，不定有伊来龙去脉啊。当时原来观世菩萨啊，伊度众生哦，伊性情呢，伊道场有两种哈。观世菩萨一度众生，伊道场有两种性质咯。到底是对两种呢？来听哦。第一，根本道场；第二，化现道场。安尼注意看了吼，是啥物个叫观世菩萨？每当那度众生呢，伊道场、伊场所有两种呢。第一叫做根本道场。来详细看哦，根本道场是指着极乐世界，因为观世菩萨是极乐世界之大菩萨，是西方三圣之一，是继承了阿弥陀之位的一尊佛啦。安尼就了解吼，那讲到世间人话中哦，观世菩萨根本伊住伫倒位啦。伊道众生根本的道场是倒位啦，就是伫西方极乐世界。那有人讲，伊嘛曾经来伫中国大陆浙江省，哦，这个普陀山的道树上啊，无唔对，迄叫做化现道场。伊伫极乐世界来甲咱这娑婆世界所示现、所化现的。那么伊实际上住是倒哩，根本道场，也就是呢西方极乐世界遐。所以号称西方三圣，伊是西方三圣其中之一。那么以后，那么但是阿弥陀佛呢，伊离开这个极乐世界，缘那尽呢，把观世菩萨给打起来，给继承落去。哎，就了解吼。那有人讲，啊，极乐世界不是永远拢正法，哦，哪里阿弥陀佛在遐原籍，阿弥陀佛在遐离开呢？无唔对，有人唔知影这代志啊。其实世间事啊，拢是缘生缘灭，佛菩萨度众生也是缘生缘灭啦。那么这个世界虽然阿弥陀佛伫遐涅槃伫遐消失，但是有观世菩萨马上佫打起来呀，伊马上佫成佛啦。哦，啊，观音菩萨那伫这个世界佫涅槃，佮他方世界度众生呢，换大势至菩萨佫打起来佫，一个一个变开，一个一个是继承来呢。这个世界永永远远都无所谓的相法甲妄乱，永远拢是正法的时阵。哦，这种是太殊胜咯。那么，在什么经典有记载呢？来看观音菩萨的判应的角色啊。来看一部《观世菩萨受记经》，演讲哦。《观世菩萨受记经》言：阿弥陀佛。涅槃了后，观世音菩萨以七宝菩提树下，结迦夫子圣顶正觉，护普光功德山王如来，祈福国土诸人七宝，众妙合成庄严，故佛呢国土护法，众宝普及庄严，就有一个证据吼，无唔对。这一种阿弥陀佛
如果那是恶，是叫世界涅槃了后呢？所以观世音菩萨马上伫菩提树下呢，就升顶正觉咯，就升佛。伊佛的名叫做啥呢？普光功德三王如来。哦，诶，再搁加一相信啊！哦，观世音菩萨如果伫极乐世界以后升佛呢，佛的名叫啥？普光功德三王如来，也会当称呼叫做普光功德三王佛咧。诶，就了解吼，这嘛是一款相信啊。那么伊个世界拢是七宝庄严所成世界啊。哦，世间无个宝，极乐世界拢有，极乐世界有个宝呢。那就三宝世间未必人有啊，也因为伊国土拢是种种的宝物所合成，所以叫啥呢？众宝普及庄严世界，安就了解吼。哦，所以咱敢会当无往生阿弥陀叫世界啊？哦，咱的主人是阿弥陀佛咧，阿弥陀佛是叫做世界涅槃呢，个观音菩萨打起来呀。哦，因为是正法的时阵。好，不听哦，这就是所讲的啊。观音菩萨度众生的道场有两种，第一观是叫真本道场，已经甲诸位介绍完咯。第二叫做化现道场，是啥物个化现道场呢？来注意看哦。化现道场在十方世界当中，凡准有观世菩萨。教化示现之处，即是观世菩萨化现之道场。注意安了解吼，简单讲拢，观世菩萨伊照讲是住伫极乐世界，叫根本道场，伊伫教化众生啊。伫个本土教导众生佫无够，佮十方世界那是有缘的众生，伊必定呢赴汤大会在所不惜呢。救度所有苦难的众生呢，所以伊即款到处呢示现，到处化度众生，而这个区域、迄个所在，咱称呼叫化现道场。哦，比如三宝世界来讲啊，哦，那么伊在这世界度众生化现道场非常的真呢，来看好无？以三宝世界之言。华严经有记载，在印度南部有一座普陀罗伽山，是观世菩萨在三宝世界最初示现的道场。观世菩萨示现在中国度化众生的地方呢，是非常的之真有名的道场，即是浙江省南海普陀山呐、啊。好、哦，最关键吼。所以呢，观音菩萨化现的道场是足多啊，在过去中国大陆示现，伊一所在非常之啊。像观音菩萨有示现过啥呢？哦，虚拿观音，示现过千手千眼观音，示现过所有的白衣大师啊，啊，示现过四臂观音，哦，二十五臂的观音啊，哦，龙头观音啊。哦，伊示现的形象甲地点呢是非常的多，在咱这个三宝世界呢，最初最大声示现的地点就是伫南印度有一座山呢，叫做普陀罗伽山呐、啊，上早示现呢。那么记住，在咱中国过去呢，即马嘛真出名，四大名山之一啦、啊，叫南海普陀山，这叫做化现的道场。哎，就了解吼。好，那么这部《观世菩萨普门品》呢，是由了呢《妙法莲华经》总共都有28品呐、啊，伊当中的第25品来这个解读出来，好、哦、提出伊精华来讲一下啊。好，看好无？佛教当中有一部伟大的经典，经名叫做《妙法莲华经》。这部经在佛教当中称为经中之王，是描写了释迦世尊入世出世度众生心性宏光之威力。现在咱所讲的这部
也着这品呢，观心菩萨普门品啊，就是《法华经》第二十八品当中的第二十五品。哎，了解吼，有人爱考察，爱根基啊。哦，这品的普门品是为对来，伊甲你讲个真清楚啊。哦，就是伫《妙法莲华经》总共有二十八品呢、啊，当中的第二十五品也记录出来。这部经对佛教徒来讲呢，哦，真喜爱，真有缘，所以该制作出来呢，变成一部单行品呢。哦，下个听好，普门品的内容完全是说明了观世菩萨普门利益众生的事迹，提出了大慈大悲、大喜大舍的精神，因此呢。佛教界的人士往往将这个普门品独立来读诵，或者是礼诵。世上的人有人称为叫做观音经呢，就是普门品这品。普门品是简称呢，继续应该称为妙法莲华经、观世菩萨普门品。注意有关的吼，无唔对，这部经啊。是观菩萨度化众生种种的事情呢，伫经典全部流露出来，即种大慈大悲、大喜大舍的精神呐、啊。哦，对一个所在有众生有苦难，众生需要伊的时阵，伊拢总呢顺性救苦啊。那么当时这部经，往往咱呢拢爱做个图像啊，做个呢讲说这部经，所以。世间人称呼这部叫做《观音经》呢，其实就是普门品。那么你坐船要称呼叫啥呢？《妙法莲华经》《观世菩萨普门品》，哎，就了解啊，哈，就这部经的由来啊，好，哎，你明白了后，心里就清楚啊。那就听好哦，咱有教界呢，有四位也是四大翻译家啦。那么当时鸠摩罗什是其中一位，到底四大翻译家是谁四大呢？来看好无？佛教四大翻译家，第一邀请鸠摩罗什三藏法师，第二位金铁三藏法师，第三东调玄奘三藏法师，第四不空三藏法师。那么就是看了吼，咱过去的经典，东调、宋调、明调、甲清调，所有这调子内底足出名，如果真了不起的翻译家呢，也就是为这梵文翻过这个花文呢，有四大翻译家，甲再念一遍啊。那么《妙法莲华经》就是呢，由这鸠摩罗什所翻译的啊，也就是咱即摆要讲的这部。普门品呢，伊就是呢邀请鸠摩罗什三藏法师所翻译的，伊非常伟大，吼、哦，真正有够厉害的啦！到来真出名，真侪经典呢，拢都是鸠摩罗什所翻译的。譬如讲《阿弥陀经》啦、啊，哦，伊就是伊翻译的呀、啊，《妙法莲华经》就是伊翻译的呀、啊，佫非常非常之，啊，佫为这《疏影经》啊，《维摩诘经》啊。摩八戒经有四十卷呐、啊，金刚经，哦，拢总是呢，所以呢，鸠摩罗什所翻译的。咱先我甲鸠摩罗什这位三藏法师介绍一下哈，啊，注意看好。翻译者，鸠摩罗什伊学习能得高望重啊，无论在教义上、翻译上，在中国佛教史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啦。加上后晋姚兴皇帝宗信佛法，在朝廷西明阁为鸠摩罗什设了逍遥园，为翻译的道场，翻译呢真成功，非常成功。哎，就了解吼。那么简单讲，鸠摩罗什伊本身德高望重啊，这大家不会讲的啦。不论是教义上，或者是翻译上呢，
伊个发迄个功劳是非常非常大。换一句话讲，若无有即类鸠摩罗什伊翻译即普门品呢，咱也无在条今日听即法，即普门品，嘛无即机会来讲出即部经，哦，嘛无机会呢来实践观音菩萨的法门呢，哦，所以即、這个。后前这姚兴皇帝非常信佛啦，伫朝廷内底设有一个叫做西明阁啦，专程为鸠摩罗什这位大师呢，哦，来所谓呢，可以翻译经典场所。哦，讲听迄时阵呢，非常成功呢，翻译甲咧轰轰烈烈呢，真出名。那么《妙法莲华经》。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就在迄个时阵所翻译出来。那么，这姚兴皇帝呢，伊非常崇拜佛法，对鸠摩罗什也非常非常的尊敬呢。伫迄个宫廷内底设有一个逍遥阁啦，专门要学鸠摩罗什所翻译的。当时伊派十几个美女哦，哦，宫内足水足水的美女呢，专门就是要学鸠摩罗什呢。哦，来个参加，哦来使用的就对。那么在个使用当中，跟随啊，鸠摩罗什来学法，翻译的人非常的多啊。大家心内起了一个纳闷，讲一个出家人，他有啥是女将给包围？哦，但起了其他幻想，起了非分之想，当作鸠摩罗什就是已经呢，哇破戒犯斋呢，所以有会走会走，躲会躲啦。那么鸠摩罗什呢？当然哦，非常的这委屈啊，非常冤枉啊，事实都无啊。那么在迄个时阵啊，有一次在中岛在食饭的时候，哦，伊雄雄呢，伫那底啊，摕出一百针，三四十支啊，那天这三股迄针，差不多两寸长尔嘛吼，针溜溜的真恐怖啊！伊在向大众咧讲。讲注意，跟随我学佛、学道的人，跟随我翻译的人，哦，恁若有这个本事，哦，若有这个能耐，若有这个呢功夫为者呢，你怎跟随我同款？哦，皇帝再佫派十个美女来互你侍奉呢，再互你参加就对。然后为一公完的一百针呢，准为一口来吞入，吞入的当中呢。伊阁为大众诶讲说佛法，将近要一点钟啊！哦，面色拢无改变啦、啊，下底讲是从容不迫啊！好、哦、呢，面色保持呢容光焕发，精神非常诶在。哦，不能动他一支汗毛啊！好、哦，人拢无在咧，无倒咧，等下刀无这针呢，甲刺破去，人无死死分去。我演讲一点钟就互你听，然后伊再讲，讲注意，若有这个本事，有这能耐为者呢，安尼你买单的享用这十几个美女啊。所讲的享用，唔是所谓呢，哦做男女代志呢，就是互伊切割，哦搞提金提去倒位，哦安排伊三顿有诶无呢就对啦。哦，结果大家呢阿然无声。大家一句都唔敢讲啊！本来是议论纷纷啊，结果即卖呢，哦，连一句话都讲未出来咯。大家才讲出了对着鸠摩罗什的精神，甲伊的神通原理呢，哦，完全心服口服。你想看卖啊？当时佮讲一句话啊，讲我一生的当中的翻译，那是违背释迦牟尼佛以这个佛意的位置。我火化了后，我的嘴子呢，完全烧甲糊糊。啊，若无违背佛祖伊的本意呢，那么我烧出来下，我的嘴子呢一条保持呢完整如初啊。结果怎样？百分秒了，百分秒重要呢？烧出来只嘴子规条红的红的拢无烧去。哦，所以呢，这姚兴皇帝也是那想要天真去的啦。伊认讲。良生良主啊，我鸠摩罗什地位遮尔啊广大，因此呢就安排一寡美女要互用就对。即款观念未必然健康呢。你无听讲，歹的出好顺，好顺有阵时也出一个歹，
哦，歹得出好笋啊！哦啊，那好得无定出好笋呢？你讲唔捌看过一挂教授啦，哎，一挂高人生出来囝呢？阿达阿达，甚至啊，这个观念无一定正确。所以啊，咱要讲话啊，在修行过程当中，一定要有正知正见呐。从妖仙皇帝好意安排十个将来美女要给这个金摩罗什享用呢，哦。这个当然无发生种种事故啦，啊，无去吸着一支汗毛，是要吹干尔，会卡人看你甲坐袂得贵啊，佫卡无好听，目空车，佫卡无好听，就是讲诶，家己无心通原理，哦，无法度，即慧眼识英雄啊，见解无解啊，唔知圣人要做甚代志啊，所以带来一场大误会呢。好，师父听好，基摩罗什呢是非常伟大呢。那么，伊来个中原了后，底下呢，宣扬如来一正法，底下呢，翻译经典呢，跟随来学佛、学法、学经呢，有3000几名以上呢。哦，好，就这样哦。那么，翻译《妙法莲华经》呢，参加人有2000几人；翻译《书业经》呢，参加人有2000几人。翻译《维摩诘经》参加人有1300几人，《摩诃跋陀经》40卷，《金刚跋陀波罗蜜经》1卷，《阿弥陀经》1卷，都是在迄个时阵成功所翻译的。诸位观的哦，当然这部《妙法莲华经》嘛是呢，在迄成功时代所翻译出来的啊。有一部经典诞生出来呢。哦，咱真感谢翻译家。那无翻译，咱哪里有法度伫印度梵文来看有呢？哦，要看有要经过翻译的工具。譬如讲英文你听无，来我替你翻译。哦，啊德语你听无，我替你翻译。日语你听无，我替你翻译啊。啊，感谢你翻译家，你了解吼？好，意思是呢啊，佮看无。鸠摩罗什翻译的《法华经》只有27品，大概经过80年以后，在遮母地声名8年，伊就达摩摩提，伊就发现重益提婆达多品加添二，成就了28品。又因为鸠摩罗什翻译只有中行。无中相，到了180几年以后的隋代，或者隋朝，又有释道、窟道翻译出中相般若，书成今日所流行的《法华经》。注意了解吼，这也是佛门中的一个常识。哦，简单讲，这个鸠摩罗什所翻译的《法华经》，实际上干翻出27品尔啦。以后人这个加入所谓呢，哦，这提婆达多这品个加入，要变成一个完整的《法华经》呢，都28品呢。哦，哎，就了解吼。专讲一句，咱如本法师要演讲这部《妙法莲华经》观世菩萨普文品呢，有深深的用心滴，就是呢，咱这。台湾人民百姓目前宗教非常兴旺，那么讲到观世菩萨，大家比拳头母发展，哦，比到拳头母讲观菩萨确实啊大慈大悲咧。但是对着伊历史，对着伊过去，对着伊普度众生种种的状况呢，哎，有阵时呢，啊那知那唔知，讲你唔知嘛，讲个滔滔不绝，讲个深入未，讲你知嘛。唔过是皮毛尔哩，哦，所以如何由浅入深，由深入浅呢？那么，互你全盘了解呢？哎，我徛伫种种角度来解说这部《妙法莲华经》观世菩萨普门品呢，来互注意了解。因为大家听到观世菩萨足熟悉的，但是对伊背景，对着伊度众生伊教义方面呢，有阵一知半解啊。哦，所以呢，咱们个观菩萨普门品
详细讲，非常呢密切地讲，和大家对观音菩萨以这款圣人有正面的认识。所以呢，往往人会问讲，事啊，我怎可袂呾做啦？我往往拢甲教，我甲讲，在时啊，常念普门品都无唔对啊，因为普门品充满着观音菩萨普度众生，大喜大舍，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难，顺生救苦精神。所以读这个普门品的时，你会感觉人生的真有条件。读普门品的时，你会感觉讲，哦，菩萨的伟大。你读普门品的时，你会感觉做佛的弟子非常光荣，非常有尊严。读普门品的时，你会发觉讲，观音菩萨呢，过去已经成佛了。个道家诸旁，乃至世间普度众生，伊款出世又个入世，入世又个出世精神呢？特别呢，咱模仿，伊是咱楷模。所以在时啊，阮鼓励大家爱念这个呢，诶，普门品理由在这所在。伊感觉哦，足屌气！好，咱该如何救度众生？咱如何来使令众生脱离三界顿顿六道？来践行无上菩提啊！观音菩萨如何以种种的身份度众生？所以三十二应身，哦，讲啊非常详细。总共一句，在些上普门品，会感觉咱人活在这世间呢，哦，足有生命活力，足有朝气的，哦，充满了生机，你大慈悲心呢，一直流露出来呢啊！在些上普门品。啊，暗时啊上阿弥陀经，因暗时黄昏代表日落西山啊，有一个规矩。咱人有生老病死啊，暗时啊黄昏代表有一个规矩意思。那么普门品代表日时早时，哦，太阳就一当顶边起来，有朝气，有活力啊。黄昏的时阵有一个落幕，有一个圆满啊，哦。阿弥陀经是介绍极乐世界种种的正部庄严、依部庄严啊！阿弥陀如何度众生啊？哦，所以呢，上普门品暗示上这个呢，所谓的这个阿弥陀经有相辅相成作用，相得益彰啊！哎，你做正事吼！哇，这精彩我讲的当中，时间阁未准，明仔载要开始讲伊普门品入去啊！哦，也只是甲这个。翻译者介绍，啊，甲普门品哦，伊由来，甲观音菩萨度众生，道场分做两种，哦，乃是我所谓呢，要演讲这部普门品的动机有五种呢，甲就介绍个只呢，会见下，明仔载普门品呢第二天同时间再会。